兄弟们都不要拦我了，我要退游。小子，你冷静一点呀，上次你要退游我差点给你开了个追悼会，这好不容易回来怎么又想退游了呀？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就凑合着玩呗。去你丫的，你干嘛？王腾，你不要再劝我了，你看看大嫂、秀儿、玉儿，他们都有最新的天穹骑士，他们一起拍在天上飞的视频。再看看我呢，一年到头还是这身衣服，小姐妹们都不想和我一起玩了。我不干，我也想要天穹骑士，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在天上飞高高。不是啊，一个天穹骑士有啥好的？电视的观众们，你们都获得天穹骑士了吗？已经获得的扣一，还没获得的扣二。哎，你瞧瞧，这不是很多人都和你一样没抽到吗？滚！王腾，我不管，你现在就上号给我抽，要是抽不到，我就再也不上线了。杀！不是吧，小子这次不会是真要退游了吧？没办法，那咱们赶紧上一下小子的号。 OK， 已经成功登上来了。说实话，抽个天穹骑士对于我这欧皇压根没难度，只要小子留给咱们抽中的蛋币。不是啊，小子你逗我呢，这么点蛋币怎么可能抽到天穹骑士呀？哎，算了啊，不试试哪知道能不能成功呢？600蛋币，先兑换成60去完币。点我现在欧皇，麻烦帮我点点赞，点了赞的，我祝你们都能抽到天穹骑士。必须的，来首次抽取，能不能给我来个加3？哟。哎呀，一上来就是加2，这开局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。现在保护抽取需要17个去玩币，就我这点钱，后面几层的保护抽取根本抽不起，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层的保护抽取了。来吧，刚毅，给我出一个加3行不行？做梦呢，你奶奶！哎，这还好，这次咱们保护了一手啊，差点就功亏一篑了呀！拜托，面弱哎。问题不大，第二次保护抽取走你，求你了，刚一，给我加的高一点。来了来了，好像要加2了。啊，不是啊，怎么搁这停下了呀？没必要让我第二层就开始保底吧？倒是不妙啊，兄弟们，我就剩20个去玩币了，抽完这次保抽局可就掏空了。哎，庄爷，能不能听到我的呼唤？给我出个加2，我出门狂炫一吨屎，这么屌吗？你别笑，我的妈，居然还真加2了，声控游戏呀、王腾，别忘记自己刚刚说的，这一吨宝宝已经准备好了，赶紧开动吧。哎，完了，这一吨屎我猴年马月能吃得完呢。玩呢，兄弟们，关键时刻了，目前去完币咱们已经弹尽粮绝，所以剩下的只能选择普通抽取了。开抽之前先让我把必胜 BGM 放出来，顺便再吸一下屏幕间关注老爷20年欧气。来吧，刚爷，给我出个加1就行，天穹骑士你给我出。我勒个去，居然还真成功了呀。我来，有你的呀，王腾，居然600蛋币就出了天穹骑士，而且还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小意思啊，对于我这个欧皇来说，压根没难度。来吧，小子，等我变个身，咱们试着去花园飞高高去。